各位网友好，而家系星期日落咗雨嘅夜晚十点几，我就行紧去买呢、這个糖水啊、西米露，如果可以嘅话买埋烧鸡翼，就系对面马路好多灯嗰度。在住宅區入面嘅，先去呢個燒雞翼先。雞翼收咗檔咯，冇辦法，睇下有冇第啲。叫咗外賣一啲嘢，而家等佢搞掂。好早收啊，差唔多十一點就要收啦呢度。又是一抽二等買了回去了。回去先再拍。好開箱就是這幾樣東西了。這個糯米雞，這個紙包雞，這個壽球，蟹球啊，應該是。雞腿，然後呢個好嘢，椰子燉蜜瓜，淨係食雞腿啫我，其他留翻聽朝。好，今集嘅宵夜就拍到呢度先，拜拜。